短版外套搭配蓬裙，天后蔡依林发片首场签唱，吸引大票粉丝。继先前找来刘嘉玲还有安室奈美惠跨刀力挺，这回又和插画家合作打造白眼雕像，噱头十足。最近九令甚至红到美国去，登上时代杂志网站专文就以斗大标题封九令为亚洲舞后，把他新歌誉为今年最棒的流行 MV， 更将他媲美嘻哈教主尼奇米娜以及小天后泰勒斯。国际都看得到，所以非常的觉得 Time 杂志也很有眼光。我觉得每个歌手都有他在 MV 里面想要呈现的东西，对，刚好我们就是稍微有利一点。新歌上传不到一个月，已经突破600万点阅人次，要上国际也算是替九令做了另类宣传。三立新闻孟国华，台北采访报道。